偷偷来按摩，没想到被女领导抓到。那个韩队长，咋啦？你先回去吧，然后我一会儿得约了个客户，我得跟人见一面。你约什么客户呀？哎，就是那客户挺难缠的，然后一直约不上，今天突然有时间了，我就抓紧机会赶紧给这拿下。那我跟你一起去呗。不用，你这忙一天挺累的，你就赶紧休息吧，我去。啥时候那么懂事了？是，我走了，拜拜。早点回来。哎。这小环节，你让先做什么项目啊？咱来个那个三。不要花。你跟我说见客户见到按摩店来了。你怎么来？你来干啥呀？我朋友的店，上次一起吃饭说见你一个人走来了，问我为啥没来。不是我这公务在身嘛，我见客户啊。见客户？你见什么客户？你见到按摩店来了啊？咱公司啥时候有这接待标准了、啊？什么时候接待标准是？是按摩店的标准，你告诉我呀。不，人家客户要求的就来这儿谈事儿，这客户要求还是你要求的？还不说实话，真的，你客户你约我来这儿就是。让我找个地方给他玩游戏，就是左下角这款末日策略手游《曙光防线》。游戏采用了先进的引擎技术，在打造沉浸末日场景的同时，还开创了独特的生存探索玩法。玩家可以自由搜集末日生存需要的物资和武器，搭建避难所，抵御丧尸的入侵，轻松在末日当霸主。这款游戏我也在玩啊，国服策划为玩家准备了海量福利，上线就能领五星英雄，输入礼包码 VIP666 VIP888，还有海量资源，赢在起跑线。对。就这游戏你也知道是不？就他们这个客户经理约我来这儿谈的事儿。客户经理？对，你赶紧撤吧，人一会儿来了。客户经理吗？姓啥呀？赵小钱，赵总。赵你妹呀、啊！人姓孙、哎，我昨天我就跟人聊完了，还不说实话。哎呀，韩总这腿还酸不？劲儿还行哈？使劲劲儿。啊，使劲。不是，你说你咋？这种地方，如果你要来就来呗，你骗我干啥？是，我这那个，没想到你能知道我。这样吧，我一会儿下去给你充张2万的卡，完事以后你要爱来的话，你天天来都没事儿。下次得告诉我啊，不许骗我。真假的？那还能是假的吗？哎呦，你这对，来啥呀？我领导，一会儿给你按后背啊。行，你这太到位了，你这。那领导话你记着啊。啊。但凡有一次卡里消费超过299了，你小子等死吧。